今天下班后，我去了学校旁边的公园，看，公园里有高大的棕榈树，有旗杆，有垃圾桶，前面是一座桥，桥的旁边有一个凉亭，桥的前面是一个大的花坛，花坛里开满了鲜艳的花朵，花坛的旁边有一个水池，水池的前面有一个喷泉，喷泉的旁边有长凳和张贴栏，公园里还有非常漂亮的草坪，有一些人在跑步，跑道的两边有路灯，还有监控，公园里也有小朋友玩的滑梯，看，前面有两个小朋友在荡秋千呢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公园吗？